鱼喽，过年喽！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来抓鱼啊，老爸？今天吃太阳了。嗯。你姑姑也回来，你姐也回来。姐夫。大家。姐夫可喜欢抓鱼了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机会留给姐夫，回来之后再抓的，等到姐姐回来再抓呗，再抓一次，嗯，也可以，对吗？别鼓动了，别鼓动了，别鼓动了，别鼓动了。这样挡的啊，想就会打，就世界要么呢？哎，爸，反管的挡的，来，哎，夏天。你有煮熟啊，烧鱼煮熟啊。啊，你变鱼啊？哇，得好大一条变鱼哦！来来，钓大鲤鱼，大鲤鱼。嗯。哇，这可以哦，这类鱼。哇。你那放什么鱼？网过鱼。他的轮子就这样。没有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还是说没有见过猪跑，也吃过猪肉。两个还是老的辣。在线感谢秋子姐，这些裤子装备都是秋子姐提供的，这个必须抓一条大鱼给回报秋子姐啊！哦，哇！没两百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发了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有一条，该溜了，哇，好大一条草鱼，剩一片。这会儿可能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小雨不下来呢？因为我们的工具不够，老爸穿的这一件是唯一一件男生的尺寸，然后我跟老妈一个人一件，没有鞋子了，这个水太深了，小雨没有鞋子进来了，所以他就只能在岸上跑跑腿。妹妹你趟里走啊，哥哥岸上走，雨哥，小雨哥哥，哈哈，撒网嘞，上货了，哥你，你，我带货你，哎，大货，上货了。哇，好看！乱杀，还是杀到了。我拿好了啊！很小了。啊，这个鱼中午下午回来，大桶啊！好人。好。最后要收网的，还得恁大一条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哎呀！一头鱼，两头鱼，没不能给蹲着。
包鱼算了，今天这么冷。辛苦了，卓宇。你吃快了，我们好吃的。待会儿，待会儿。见了，最后。两个家的。